天族女王。陛下呢？哦，陛下觉得太残忍，不想看。我已经更换了行星用的羽箭，一会儿撞死就行。之后在圣女峰下会合，我自有安排。这回真的没事吗？行行。换剑，换个厉害点的。哎，为什么要换剑啊？男人死罪，长得难看，罪加一等。有没有品位？我这是粉嫩，好不好？放箭！我靠你！完了。全部扔到悬崖下。是。